20世纪80年代，有一件轰动考古界的重大发现，那就是南越王墓的横空出世。今天就让我们探秘这隐藏在闹市区的巨型陵墓——西汉南越王博物馆。西汉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彩绘石室墓。整个南越王博物馆分为三部分，一是综合陈列楼，二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楼，三是墓室。出土文物490件套，当然最吸引人的当属能够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牒行玺，以及丝缕玉衣、绞刑玉碑。来广州旅游的朋友，不妨到这里领略岭南古墓的魅力。